换桌布不是简单的撕掉旧布换上新布就可以了，比如说这个撕布的时候一定要压紧这个桌面再撕这个布，面板才不容易拉变形。然后这个每一道边一定要记得清洁干净，才不容易卷边翘边。贴布时一定要多磨几下压紧，贴紧每一个边缘，割下这个布是割布的关键。然后再把割下的布贴在铝条上，割掉多余的部分。后面两点更重要，再次把贴好的布压紧，以免卷翘。第二就是调平整，你饭碗桌布桌面不平整根本没办法使用，调平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我们用这个纸片或者扑克牌把矮的地方垫起来，然后记得拧紧螺丝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平整。